不知不觉间，周杰伦与昆凌已经结婚4年多，两人恩爱非常，育有两个可爱的小孩，让很多人羡慕不已。今年周杰伦刚好40岁，事业成功，家庭幸福，堪称圆满。一起回顾一下他们的甜蜜恋爱日常吧。情人节那天，昆凌晒出家人的温馨照片，照片中的周董一手抱着儿子，一手抱着女儿，爸爸力 Max， 两个萌娃非常可爱，圆圆的小脸简直跟周董小时候一模一样，看看一家四口嘟嘴的模样，血缘果然是很神奇的东西。很多人羡慕昆凌，说她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，这辈子才能嫁给这么好的男人。其实这段令人羡慕的感情背后也有一些心酸。昆凌17岁与周董相恋，但因为男友的身份非同寻常，她不敢承认也无法否认，内心有很多挣扎。广告。在一期节目中，小 S 曾问他，你是跟周杰伦谈恋爱耶？有没有回去向姐妹们炫耀？他表示那时候不敢将恋情透露给别人，害怕自己说错一句话就会影响到周杰伦。因为压力太大，再加上外界的非议，昆凌一度想要放弃这段感情。不就是谈感情吗？为什么不能讲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一样的声音？为什么会变成这种感觉？好像这是一件很错的事情。他一个人逃到美国读书，想要躲开一切纷扰。但到美国的第3天，周杰伦就空降到他面前，这让他非常感动，一下子确定就是这个人了。2014年11月，周杰伦公开了与昆凌的恋情，他自豪地告诉全世界，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1个月后，周杰伦在台北出席电台活动，宣传新专辑时公开了与昆凌的婚期。2015年1月18日，也就是他的36岁生日。广告。为了向昆凌求婚，周杰伦费了很多心思。两人到餐厅用餐时，隔壁桌突然开始求婚，昆凌看到后非常羡慕，没想到第二桌、第三桌、第四桌都开始求婚了。正当昆凌惊讶时，周杰伦拿出戒指跪在他面前，他当然点头，感动到疯狂流泪。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周杰伦会选择昆凌。周杰伦接受采访时曾说，自己有僵直性脊椎炎，痛起来只能侧睡，连手都抬不起来，非常痛苦。遇到昆凌后，他都会帮他按摩护理，默默陪在他身边，这让他感觉很温馨。那时他心里就暗暗发誓，这个女孩就是自己在等的那个人。相恋4年后，周杰伦与昆凌在英国约克郡塞尔比的教堂中举行婚礼，在牧师的见证下，他们互换戒指，许下誓词。这场盛大又浪漫的婚礼羡煞旁人。广告。婚后周杰伦变身宠妻狂魔，与昆凌的感情更加深厚。昆凌看时装秀，他每次都陪着，哪怕自己不感兴趣，也不会让昆凌孤单一个人。昆凌逛街时，他也会紧紧地牵着她的手。昆凌在布拉格拍戏，两人刚刚分开2天，他就飞过去陪她。每次昆凌收工，周杰伦都会来接人，粉丝们笑说他是为爱走天涯。这些事看起来简单，却是最温暖的。昆凌的每条 IG， 身为头号粉丝的周杰伦都是第一个评论赞美的。有一次昆凌晒出自己撞脸好莱坞女神 Lily Collins 的照片，周杰伦留言说，你比她漂亮，她是谁？广告。除此之外，两人还有很多甜蜜点滴。
一张张合照充满爱意。昆凌在节目中说，她曾梦到周杰伦背叛她跟别的女生约会，没想到周杰伦将这件事写到了歌里，歌词甜到掉牙，哭着说我背叛你，我说在哪里，你说在梦里。还有一句歌词很有意思，我打包自己扮成 Hello Kitty， 那看起来就会有点问题。后来周杰伦在演唱会上请出了一位特别嘉宾，竟然是可爱的 Hello Kitty。 其实这个 Hello Kitty 就是昆凌，两人第一次同台，他下台阶时周杰伦怕他跌倒，还特意伸手扶他。昆凌怀孕期间出门陪周杰伦取车，回来时自己开车，周杰伦就在前面骑车开道，遇到红灯他还专门到昆凌的车窗旁边广告。昆凌的肚子渐渐大起来，两人就俏皮比赛，我们来比看谁比较会带球走步。女儿出生时周杰伦专门为女儿写了一首歌《前世情人》。昆凌回忆起自己剖腹产后住院的那3-4天时间里，周杰伦一直在旁边照料，他只能睡在一张非常小的床上。每次昆凌肚子痛醒来，看到他蜷缩在小床上就很感动。他很可怜，明明很成功的一个人，却对这些都无所谓。为了让生完小孩的昆凌好好休息，周董包下一整层月子中心。有女儿后，周杰伦也没有冷落老婆，还说我要先宠你，再宠女儿。女儿的名字 Hathaway 其实是 Hannah 昆凌，加 Thor 融化，加 J 周杰伦等于 Hathaway。 广告。昆凌产后不久身体还没有恢复好，就去录制综艺节目，周杰伦全程陪在他身边。给另一半打分时，昆凌思考了一下，打了9.9分，剩下的0.1是怎么扣除的呢？他解释说，如果三个人可以经常出去的话，就可以打满分。周杰伦本想要5个小孩，组成一个乐队，但他见昆凌生小孩太辛苦，就觉得一个孩子就够了。昆凌知道老公心疼自己，但是想帮周杰伦达成心愿，于是他们又迎来了可爱的儿子。广告。虽然两人结婚4年，有了2个小孩，已经算是老夫老妻，但周杰伦还是不忘宠妻，时不时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今年1月18日是周杰伦的40岁生日，也是他们结婚4周年的纪念日。一家四口跑去澳洲度假，浪漫的旅途超级甜蜜。昆凌曾说，她梦想中的家是幸福的一对夫妻，2个孩子和一只大狗。现在的家和她的梦想非常接近。他们在一起9年，结婚4年，女儿3岁，儿子2岁。原来周杰伦和昆凌的幸福就是4+3+2=9。他们的爱情曾不被人看好，现在却被所有人羡慕。